如果没有太好的机会啊，继续。打黄一也可以往下放啊，打黄一弹过来，五号右边中带也可以叫，就是一个两可球。你觉得五号后面进攻有把握，你就叫一杆。哎，还要防啊？就三五之间啊。力量好，还可以跳。因为现在自己的球全在半岸区啊，下岸区这个地方。那镜头刚才非常有意思，这一扫背景板上这些球员，我以为站在那儿看，在外看，其实是背景板、啊。背景板对、啊。我看帕古拉扬啊、哦，好，都来了。这也给咱们TV台的球员一些压力啊！嗯、那么多大师都在看我打球。是。来看看这个黄衣有没有效果，能贴一下啊？啊，最好进攻又没有了。但对于张雄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信号。是的，他可以很放心的去进攻。然后左边找机会呢，可以利用七号去借个黄衣力啊。对，别着急啊，还是不打，再稳一杆。你占优势，占主动啊。肯定是能看得到的，可以打到上半边的包边的白球，也可以往上放，能帮进黄衣最好，白球往右上方去放。这球你放下面，对方肯定是非常好打，对，只能争取放远。当然啊，如果能放到上一盘像张雄的那个带角的位置，那是最好的了，他那个太冒险了。还可以啊，接着放，还是三五啊，这条线。这条线可以打，二四可以传，两个选择。也可以防，都可以啊。对。所以说，中式台球的这个精髓就在于说，你一旦你上手的这一方在最后的一两颗球出现问题，你就特别被动。哎，二号好像不太够啊。这杆球白球往下走的有点多。啊，再来吧，继续打球下方的包边啊，白球往其他的单色球下边来放，还是跳。这个白球放的位置是不错的，离库边很近。嗯，手夹不舒服。一个长台，力量不要太重。好球啊，看着好像近的感觉。对，从这个方向上看是这样的。应该是又稍稍咬了一下啊，对，有点倒。张雄这一上来啊，虽然说现在刚打的比赛的第二盘，但是感觉到没有像其他选手啊，一些刚来的选手那种紧张啊或者手紧的感觉，火力还是不错的。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也是跟秦立文在经常在一起练球啊、直播呀、这样。也在山西那边是吧？所以准度都挺好，好安全把球运到袋口附近。
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斯诺克。嗯，理查德三七中间往下勾，往上勾啊。还是选择左边来啊，两库来解球。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想的还是破坏一下啊，最好。传进。高杆下来，五号右边中带，或者是摆角度，低杆传进，横向向屏幕右边走，继续打五号。嗯，对，五号选择底带还是中带？往前推，那中带。好球。理查德，我觉得可能就是有那么几站没打了啊，一上来还是有点不太适应的气氛。嗯，还有一个像我们常说的时差问题啊，是，确实是大问题。但是这个时差问题跟张指导以前我们也聊过，嗯，对咱们球员来讲也是有时差问题，对他们本身自己就是给自己造成了一个美国时间，嗯，还有英国时间啊。说到这我也得自我检讨啊，嗯，比如我睡得也晚，你这个多少跟一些其他工作还是有关系啊。是是是，对啊，来之前得调整啊，昨天睡得特别好。嗯，关键八号，第三局，张雄开球。力量不小。说到冲球，我想起咱们去年的西宁站吧，张指导，咱们之前的合作伙伴这个威力球杆有一个阿帕奇冲杆的一个测试，你还记得吧？对对，当时获得冠军的就是张雄，是吧？我在他后边嘛，他棒一下冲进五颗球，冲球是吧？冲完之后我就说，我说你还让不让我们玩了？对，对吧？有印象哈，有印象，有印象。因为我记得这个好多赞助商有搞这些活动嘛，跟咱们。有的是什么发点球啊，还是什么、啊？对，这个在主播里边好像有两个人，还有一个以前也得过一个什么奖啊，记不清了、那个名字记不清了。张雄这个我记得，对，冲球对，特别好。这刚才这个力量，虽然说力量有些大，白球飞台了，但是说整个的动作啊，挺厉害，看着还是比较协调、啊。嗯。理查德现在上手，中带十一还是可以领低杆往回来啊，争取叫十四。
下方15号右边底带、10号球右边底带都是有下。主要是在这个衔接过程里边是很别扭的，因为刚好横向向左边走，有黑八，有7号球。果然，哎呦，这杆球危险啊！带着很强的右侧旋转。其实这个球如果它横向这样走，就是没碰库或者怎么样，这么短距离之内，这么大力量，它这个右塞没有什么改变分离角，很明是，显效果的，就完全个人习惯了。他选择刚才进攻这一刻，也是看到现在他的花色球的球形分布很难将白球调到屏幕左侧这个位置。那再来，身下小心马甲，不要碰黑八。然后还要带一点点的低杆，轻轻顶一下12号。是一关键球，下面没有二，什么都好说。对，2号球一来，妥了，这角度上别扭了，要调得非常合适，刚好这条线向左下方去放射的这个线路上，2号、7号、6号球。都是挡住你的，这角度很关键。那我就先行，来，对，这么选择更安全一点。还是有点偏执啊！再往屏幕上方走一点点，甚至于说，如果到开球线附近，我觉得都可以。就叫黑八会更顺往下。那现在考验你能力了，对，直接带着低杆往下来了。带一些力啊！好球。好球！这盘球里边处理的都是不错，而且白球到位率很高。第三局，理查德·汉语得胜，比分1-2。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第四局，理查德·哈里德开球。2颗球进袋，最好打就是下方4号带口球了啊。那中袋的11呢，主要就是白球位置啊，而且花球从下面来看，15号这边。也是你要打一个比较好打的袋口，两边要选一个。从子球分布相对方便近袋的角度来看的话，花色球更好一点啊。上手进攻，选择的肯定单色球更好一点。单色最好选。看有没有直接过来啊？跟对于3号球的这个考虑。有想法啊，对，但是没出什么太好的效果。还要再来保，而且这杆球基本上保完肯定要碰15的啊。
镜头给的这他这球杆也真是混搭啊。嗯。很有可能未来，在我们球房当中也能更多的看到这种混搭风。其实这种风格就是以前在早一些年间啊，大家也都是在想，只是没有人往外推。对。就球员们都会想，比如这些，咱这么说吧啊。七零后这些老将，其实在以前打球时，我们没啥事儿，在聊天的时候也在想，哎，如果把这个换成什么样，是不是感觉挺好？是，就最简单就是，九球杆嘛，对吧？九球杆如果说后把是我们常见的白蜡木的怎么样，对吧？啊，然后说把前面再做细点怎么样？是不是也能够打这个斯诺克或者打中式八球？慢慢现在到这个年代的时候，已经有厂家开始啊，为了迎合这些体验者也开始做了。以前大家就是想体现在口头上，是挺好的一种尝试。嗯，啊，甚至于说像九球杆，我们常见就是后把都是圆的嘛。嗯，哎，可不可以做像斯诺克小后把，对对对，扁平面出来，对吧？三角扁平面，因为好多人习惯于把那扁平面向上，我握着特别舒服。是的。所以说在台球这个领域里面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啊，只要你大概想了，然后去尝试的去体验一下，如果这一种搭配也能够去打，甚至于说让球杆能够打的效果还比较不错，你就可以去做，肯定是有人喜欢的。稍跟一点点，二号，整盘里最难打红三啊。啊，这个角度有一点点向下，这杆球会不会直接啊，带一点点的低杆蹬过来向左边？有点轻。到这儿的话，出杆就要小心十四。准确准，他们哥俩就特别明显，左手的比右手的厉害很多。嗯，他还有个兄弟啊，文森特。嗯，好球，从十五的左边过来，带一些低杆右塞，力量不需要很重，把旋转打出来就好了。所以说从这四盘球下来能看到，张雄虽然得分，但是进攻上理查德打得更流畅一点。理查德哈里德胜比分2-2。第五局，张雄开球。开球失际。这冲球，球杆往上扬的幅度比较大。
但是感觉这个力没打实。对，开球时机很明显，三颗球过线。啊，重开应该是啊。第五局，理查德·哈里德开球。啊，这中带差一点啊。这一次这个顶级位啊，效果是真的相当好，看得更清楚啊，版本赛场的每一个细节啊，在我印象里这好像是最好的一回。嗯，那这次摆设的位置很合适，因为以往我们从顶级看的时候都感觉哎这么高，就是感觉就距离感很远，那刚才这个就好像离就像20公分的感觉，就像我们这个设身处地的就趴在台子上去看那感觉，其实还是应该顶高是够高的，比如说4米6米啊左右了已经是，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设备有更换啊，更换或者升级或者调整啊，所以说看到的画面就好像更很近啊，很清楚，而且很直，没有像以前比如说一个感觉像椭圆形的球，一个球桌那种感觉，是对吧？是，那从上面往下那种广角镜或者什么出来的是不一样的，这次感觉很好。10秒，五，这一 K 必须还要再来打高杆，稍稍给点力，不能太轻。啊，这个就是想法还是比较多啊。目标是红三，肯定是想组合，然后弹库边回来摆带口球帮进，然后白球往上去放，甚至于说把这个六号球也带出来，但是白球先掉带了。
张兄这边看十一，应该是有想传带口的九号。还是用手放更好一点啊。对，杆头扒来来扒来去啊。对，刚才差点儿。皮头位置要碰了就要碰了。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嫌疑啊，打的时候还是要严谨一点。可能一瞬间，比如说这个裁判因为去看别的球，没去注意到你这环节。但一旦有一些经验老道的这个裁判看到了，那肯定是要判你的。或者对手。对。对吧？有异议啊，对吧？就这个习惯，在咱们好多的打比赛的球员里面是有存在的。那肯定是在球帮里边，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了。嗯。喜欢用这个杆头附近来回的去扒拉这个球。嗯，角度也可以。嗯，还是高杆啊。张雄这边也是挂了一个比较强的右塞，没打进。理查德这杆一上手，如果能把红三打进是最好的。打边的话，现在也在看，利用上方的球来去做防守，放到什么位置？二号球对上方当然最合适，不过这个你打六或者打四往左上方去放，难度还是比较大，需要高杆，并且力量拿捏得很好。嗯，漂亮，这打进就两说了啊。轻描淡写就进了，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他想防的这个因素更多一点，所以说他打的可能是比较放松。是，那现在这一看，马上瞬间这个主动权就来到了哈里德这一边，可以选择形成斯诺克，也可以选择帮进啊，在做控制的局面。一颗球。放十四，放到一个比较好打的位置，然后白球还是很关键，所以说这一颗球跟对方的六个球来去拼防守还是很吃亏的。放到这儿，理查德很好打，打黄一，白球往右边放，先做一杆也可以。这个白球过来啊，这条线路还是很有意思啊，差一点撞进。
黄一不好打，再轻轻贴一杆。直接打杆啊，打杆来跳。漂亮，好球啊，看白球位置，哎呀，又贴住了，这杆球跳的还是相当好。嗯，用打杆跳，而且还是长台，还有角度。再来一杆，右边中带上方带一点点的右塞，解黑八。放开。自由球。先摆一。上手就是 K 啊，你看他这球风基本上变化不大啊，但是明显是能力比以前强了，就是稳定性更高了，准度更稳定。不过他这个球风还是没太大的变化，比如说，追求一些更好的教位，K 球的细腻的程度。还是就是准，然后大刀阔斧这样的一个球风。刚才这个球形，我个人感觉还是如果能力稍微再或者想法再好一点，先把二打掉啊，对自己走位能力有自信的话，那这样打完之后再 K 起来，下方的这些衔接就好了。你先摆一的话，上面还留一个二，对，最后青台跟走位上还是多少有难度。对，而且关键像 K 球。自由球它可以摆好一点，对，就不会说咚 K 完之后白球嵌到这库边里了。嗯，其实刚才我想说的就是，不行就带一些力啊。嗯，尝试一下运气球，对吧？因为已经到这儿了，你轻解的话，白球也就是只能放到往下边。对，但黑八也不一定位置特别好。力量。再来，下一点中低杆，还是高杆推的话呢，就只能先叫带口那颗了。更喜欢推哈，这样的话，它就等于说五号球变成了后面的一个叫八的位置。你下中低杆的话，就等于打五叫二，把难度放在前面，这样就是最后有难度球，当然只需要打进就可以。第五局，理查德·哈里德胜，比分3-2。
第六局，理查德·哈里德开球。比赛时间已过半。十秒。犯规。先后自由球。这杆球进球还是很多，白球落袋掉袋了。基本上白球掉中袋的话，都是他冲球的时候第一颗球冲的不是很正。嗯。张雄一个非常好的打光台面的机会。上来这个自由球调的不好，看来还是需要再调整调整。哎，又来了，还是。张雄这个几盘球好像忽然之间打的就不好了啊。嗯，有失误，有一些心里也有波动，我觉得是啊，可能这个负能量比较多，心想在 TV 台是不是有很多人看我啊？这是肯定的，你这个只要你知道自己 TV 台，你就正常打好了，就不要想太多。不管说你是这个球迷、球友还是粉丝等等，这个没有办法的。是啊。你要去努力跟自己去拼，毕竟我们看球说球的时候是一个心态比较平的时候，没有太多影响。但是张指导有的时候，我们在包括参加比赛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就是当你知道有人直播你，有人看你的时候，你是有变化的。对，你要做到的就是你战胜自己，就是你只要去想我用我自己最好一面奉献给大家。嗯，如果我打不好，大家能理解我是最好的，我肯定是要尽力啊，尽最大的力量去打好就可以了，就尽量的在比赛当中呢把注意力都、都投入到球里面。对对对，不让自己胡思乱想，别太去想。我就吃过这亏嘛。嗯，2017年第一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以说就是自己不会比赛，我承认自己不会比赛，想法都游离在场外。对，心想是不是有人，心想的就是赶紧别让人觉得我磨叽，别让人家觉得我磨叽啊！是没磨叽，输得也挺快的。对，但是比赛是要看输赢的。对呀、大家往往就是说，打得好看，但是他没有赢。这杆球力量有点重啊，不然的话，三号跟黄一右边底袋刚才还是可以叫到。延时。现在看中袋还能打吗？没有的话，只能打底袋下低杆了啊，在我们屏幕的右边再去叫。准啊。合适的话，中杆往前稍稍蹬一点点。够直，低杆回来。八号叫中带。不算太好、啊。非得往裤边上叫。因为再低一点点，小点力，对吧？叫得更好打。第六局，理查德·哈里德胜，比分4-2。
第七局，张雄开球。开球时机。开球时机两次了哈。两次，以后不能再有。对，再有的话就被判负一分，然后再累积三次判负一分。对。而且呢，年年比赛，场场比赛有时机，但是今年的时机的争论特别多，啊。继续击打。在四平站、双鸭山站都有过开球时机影响最后比赛结局的这种场面发生。嗯、没错。其实这也是一个走向或者导向吧。大家曾经在某些年年一度的去认为啊，我们只需要把球开好了就可以打好比赛。那么现在没有那么容易了，尤其是从三球过线到四球过线这样的一个规则的改动，导致你不能够去很轻易的去掌控开球后的这个全局，除非是。除非是比较高级别的顶尖的球员才行、嗯、对吧，类似于像张文鹏啊，嗯，是不是，甚至于说以前开得特别好的杨帆现在也不是特别好，是，就大家在这里边真的要好好花一些心思去琢磨。因为能开的一盘好球啊，是所有职业球员都是想要的。白球这个位置不算理想、啊、嗯，你轻推顶十五，右边没有球架，没有球带可以选啊，横台过来之后左边中带也没有，带一些力就没毛病，你说就说你带一些力跑出来是是对的啊，但是明显是打跳杆了啊，是，这我觉得还是跟个人习惯有关系啊，后手向上拉多，然后一出杆有一个向上挑，就他的选择是对的，但是这个打的时候一撩，中带十四，我觉得合适的话下来把九打都没事啊，因为上方肯定是更好去处理后面，但是你单独九号球右边底带是没有的。那九十一像这种球可以提前打，提前交位。小李从右侧过来。那么中带选一颗。可以选下面这颗。如果说你要打十一，就肯定下地杆上去，再打十三，再下来，就等于说有个来回。可是他主球这个位置留的也挺别扭，不上不下。嗯，你现在想要叫一个好位，你就只能打右边中带下面那颗，然后去叫九，然后再上去。想好留的位置，嗯，蹬弹起来，对，高官继续、啊。这样的话都不需要吃库了，对，定杆就好了，轻轻打进即可。那强行叫中带的话，就需要再往下走。
比赛采用的是13局7胜啊，80分钟限时。第七局，理查德·哈里德胜，比分5-2。第八局，理查德·哈里德开球。而且理查德明显是在炸球今天还是占优势的，是有效果啊。单色球好选，一号左边中袋、右边中袋都有开放的下球线路。很有可能炸青了啊。241。用一号下来，调到这个位置之后，7跟3中间啊，摆到一个位置之后，可以衔接7、3、6、5。力量，力量，别再走了，多了，还是有些过头。是的。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点击位，应该是。我觉得刚才那个我们在前面看到那个，仅仅几颗球的，局部的那个机位啊，是不是就属于那种，比如说把这个位置聚焦了还是怎么着啊？调整了一下，调整了一下，放大缩小啊。10秒。或者是镜中镜。对，我们的团队都是经过长时间的这种磨练啊，非常非常专业的，从导播到摄像师等等。我记得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也说过，在选手正面击球你拍摄的时候，身体要不要动，怎么动，什么时间动，都是有要求。基本上就是我们会根据这个，比如解说啊，甚至于导播，这个里边的一些话，摄像师呢会提前到位，没错，然后就不动了。那比如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是摄像提前到了，还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准度啊，把这局面扭转回来了。对，中袋还能打，他还是想打5啊，白球调到尽量是6、7中间的位置，六七中间，对，再叫中袋啊。其实刚才他做一号球的时候，就是想的这白球停到这个类似于这样的位置，左右逢源，现在打6角度稍稍有些大，打7看要不要调6号球。这个球它还是杆往上没控制好，正常比如6号较直就行了，但是这杆还需要再来调。推进即可，白球不要被6号球啊、9号球这边啊做成一些障碍。
明显的小静电啊。打完之后听声音就能判断出来，很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镜头给的非常清楚，六号就打完之后有小自转。啊，这球打得太随手了，十三中带变成底带，要不要九号先借个力啊，把对手的这个带口球呢先借走，这样的话后面你自己进攻压力也比较小，没有选。这有些时候这个根据局面去临时做调整，这种情况还是很关键的，你到底能不能有一个非常好的调整，然后又有一个第二套的一个方案出来，这套方案能够让你支持去打得特别好。如果你就是那么执拗的去坚持原来一些想法，倒不一定是最佳方案，对吧？刚才他一上来中带一条低杆没出来，打很少，那么我就用九号先把你六号接走也行啊，对吧？然后后面自己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小，跟自己较着劲去打，对，容易出问题。哎，理查德力量够 啊。那看来理查德是率先到赛点了啊。嗯，我们依旧还是九局一个休息。是的。第八局，理查德·哈利完胜，比分6-2。已经两次开球时间了。第九局，张雄开球。犯规。向后自由球。又是一个开球的白球吊带。是的，其实从上一盘张雄后面的表现来看，现在他的情绪啊已经有点失控了啊。嗯，有点就是这个感觉我有过，无心恋战了，就是老失误，老失误之后就不想上去打了，这个我有过，就感觉我赶紧打一杆赶紧下来。这边理查德一个不算太难的一个进攻机会出现了问题，先手张雄，嗯，带一下上一 K， 中带十四上去先叫十三啊，把最难的十三号先解决掉，后面还是要再找机会去做一个九号跟十一之间的一个衔接。
力量，发力可以发，但是还是偏大啊。推弹起来，打薄了。而且整场比赛，张雄没有叫过一次延时啊。对，双方基本上都没有。嗯。今天的是有一个6场比赛的时间安排。下一时段比赛呢是9:50。对。前面几天啊，我是有看一下赛程啊。嗯。应该是前6天啊，大家都是要稍稍吃点辛苦啊。是的，至少5场啊。然后每天都是8点的第一场。对。啊，然后后面几天是9点，最后一天是下午的1点还是1:30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直接停不住了，从下面再往上走，高杆右塞，5号右边下来，左边上去，还是低杆走2库，都要想清楚啊。还是高杆右塞，黑八应该是能拼。这杆没进的话，理查德很可能一上手就是打七，然后6-5做防守。打进中带继续进攻，打不进的话斯诺克。打进了。这一杆其实就有机会抬高杆尾，用黄衣向红三和4号这边去衔接，比如说可交位，可 K。如果能够 K 开，就一杆解决问题了，或者是交到位都没关系了。稳妥起见，轻推了。是左下方6号球再调整，然后变成一个3-4的，可以叫右边底带这样一个选择。嗯、就屏幕右下方的刚才的底带。对，这个角度一点点向左。5号再来调，所有球都是可以直接去单独交位打了。中低杆轻轻打，那看角度来调整。看样子这个角度是打红三，有点像屏幕右边的啊。中杆蹬过来。还是很直，准度啊，或者说出杆的稳定性上，嗯，今天哈里德还是明显占了上风。对，功力在那儿放着呢，很稳定。看角度，角度直的话就是低杆往后推一点，大就高杆推弹一库起来。嗯，这边握手了啊。嗯，那么恭喜哈里德获得胜利，那么张雄还有机会，比赛是双败嘛。对，下一场比赛是9:50，我们到时再见。稍后见各位。